很高兴接任我们300碧肉区总监啊，今天感谢媒体的访问。啊，我们狮子会是1917年成立到现在啊，我们都致力于社会服务的工作。那过去的一年当中啊，我们在五大领域啊，我们的视力保健、环保跟饥饿拯救、糖尿病防治啊、儿童癌症的资源方面啊，我们都有很深入的服务。那我们在我们于总监这个年度，我们在新竹市、新竹县、苗栗县，我们都有捐赠一些救灾设备给我们的义消队员，然后他有设备来啊为我们广大的竹竹苗地区服务。那我们将延续啊我们于总监今年度的主轴。在我这个年度，我持续啊将这些活动啊发扬光大，然后为我们广大的 B 六区啊所涵盖的范围里面来继续持续做推动社会服务。